来吃水的过程。这个土地上承担多少人的梦和生命，为日本时代争取人民自治、台湾议会，到战后中华争取民主自由、台湾独立，无数人的身影，一个一个踏起，生命灿烂又搁消失，总算是到这了一个摆脱中国控制真正代表人民的国会。百年来的追求，如今就敢咱每一届喘气的空气内底，就敢伫咧每一粒天顶落下来的雨水内底，每一撮烫过风云的光线内，过去所有的黑暗、痛苦、悲观，即卖拢变作咱站起的地基，请用着新生的生命来大喊，理想有完未达成。咱行过来往的身躯，继续仰头，走向来往早就看到的目标。来往一地人，为台湾人民冲破民主自由的空隙，咱一地人又搁要留予下一地人啥物？咱的形影，敢会甲伊共款，甲尔挺？咱的形影，敢会甲来往共款，甲尔有骨气？这我唔知，我干来知影，今日咱伫咧食，唔是伫咧忙地来休困，咱是伫咧战场顶，甲前辈来保证，咱绝对会继续向前。有一天，咱的灵魂嘛会离开；有一天，咱的身躯嘛会烂。下一代会阁继续活伫咧这个美丽的都市。我希望在那个时候，咱的子孙会享受到比我想会到的美好社会，搁较美好。嘿，就是内容讲的好国好民的时代。希望在那个时候，微微啊的风声，就是内容的笑声，也是咱所有的人的笑声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